欢迎收看109年2月19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高雄市长韩国瑜前往食品工厂访视外籍移工，并且跟移工代表会谈。他呼吁各企业落实各项防疫工作，才能保障员工的健康安全。由于展开配送防疫酒精业务，预计大高雄超过600个据点将以1周1次专车配送方式，并且绑上红布条，呼吁民众礼让专车，让防疫物资安全抵达。全球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拉警报，民众防疫身心俱疲。高雄市首度推出专业咨询服务专线，结合16位心理咨商师，提供民众防疫心理关怀服务。新闻首先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烧，高雄市长韩国瑜前往大社区一间食品大厂，关心防疫措施是否有彻底落实到厂区的移工。过程中，韩市长听取简报，并且跟移工代表会谈，他呼吁移工朋友要做好防疫工作，以减少被感染的机会。量体温、填写接触史，新冠肺炎疫情未见退烧。高雄市长韩国瑜19号到国内食品大厂关怀厂内移工，防疫步骤一样都不能少。食品大厂高雄厂区共有200多位移工，分别来自越南、印尼等国。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厂区展开应变措施，包括将防疫措施翻译成多国文字，留意员工健康状况，盘点防疫物资等，一点都不敢马虎。我们还有菲律宾、越南及印尼的同仁，那我们为了希望我们的防疫措施以及公告能同步不脱钩，我们会翻译成4国语言，包括中文、英文、印尼文以及越南文。大家反应都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其实把同仁的健康摆在第一位，然后我们在公告的时候也会同步用口头的部分跟同仁们确认。高雄市长韩国瑜除了听取企业防疫简报之外，也亲自到移工住宿区了解生活作息状况，随后在业者安排之下与厂内移工简短会谈。韩市长提醒移工代表，面对疫情千万别掉以轻心，配合公司安排做好防疫工作。这次这个新冠病毒开始扩散，所以我们心里很担心，那也特别担心各位外籍朋友、各位劳工朋友你们的健康，所以特别来这里看一下大家，也代表对大家的关心，也希望大家自己重视自己的健康，尤其大家都是不在家里面住啊，在台湾离开自己的家很远，希望大家自己重视自己的健康。韩市长的谈话也透过市府劳工局外籍服务员的协助，分别翻译成英文及越南语，让移工代表能够精准了解到国内防疫的重点及决心。随后，韩市长还一一自证市府伴手礼给移工们，并且相约一旦疫情趋缓，将会来到厂区，由移工亲自下厨料理各自的家乡菜，再来好好品尝一番。记者王思武、潘志光，高雄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接着来到苓雅区的社区公共托育家园，和一群未满2岁的幼儿欢乐互动。他除了感谢托育人员的细心付出之外，也不忘叮咛正值防疫期间要注意环境的消毒清洁。而市府也将持续建置公共托育照顾空间，让市民拥有更多安心可靠的托育资源。高雄市长韩国瑜下午在社会局长黄渊源的陪同下，来到位在市府4维行政中心的苓雅社区公共托育家园，了解幼儿的托育环境。358很正常。完成防疫步骤，韩市长先是听取局长跟市长说明托育家园的照顾环境，不时还蹲下来跟幼儿欢乐互动。随后，市长走到洗手台跟厕所，关心托育家园的卫生清洁，并且叮咛市长，正值新冠疫情期间，千万别掉以轻心，务必注意消毒及防疫工作。离开之前，他还看了一段小朋友的天真表演。苓雅社区公共托育家园是市府运用原来同乐馆的空间重新设计装修，打造适合孩童托育的服务空间。目前全市共有4处托育家园，市长参观后表示，未来会持续增加提供丰沛的托育资源。私立公共托育家园，目前呢，市政府呢，在今年呢要再增加9家，既有的4家加起来13家。刚才我问了一下，很多家长都在排队，希望能够加入这个公共托育的家园里面来，所以我们会尽可能来广设，让所有的年轻家长
那没有后顾之忧，市政府这边会全力来推动。高雄市有现在有17家的公共托婴中心，它规模是30个人到60个人左右，这个托婴中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社区的公共托育家园有4家，像今天林雅区这个就是一个公共托育家园，它最高只能收到12个人，有4个专业的托育人员来照顾这些小朋友，所以说我们目前希望朝这个公共社区的公共托育家园去发展，在109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再增加9家，9家的这个社区公共托育家园，然后最后的目标是能够达到18家。除了增加高雄市公托服务据点之外，市府也在今年初实施生育津贴新制，将第一胎的生育津贴从原本10000元增加到20000元。市府希望借此建构更加丰沛的托育及幼儿资源，提供市民更好的服务。记者王思武、潘之光采访报道。而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中华邮政从即日起负责防疫酒精的配送作业。由于要在一天之内让大高雄604个健保特约药局都能够收到配送的酒精，中华邮政是动员全体邮务人员和车辆拼命赶送，希望让民众到药局就能够买到防疫用的酒精，保障健康安全。台酒公司货运车抵达满载675箱的防疫酒精，每一箱有24瓶，重达13多公斤。虽然每一箱酒精都有防撞包装，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大家还是小心翼翼徒手搬运，准备分发配送到大高雄604个据点。我们高雄有604点呢，总共要1845箱啊。但是它分三梯次来，那今天675箱，我们只供应高雄市的南边，的区域，还有剩余的就是配送给邻近的区域了哈。邮务人员一一检视据点的数量，并且规划配送路线，平均一天高达200人次的配送量，希望能精准的将防疫物资送达各据点，业务量可以说是相当吃紧。为了让同仁能够顺利达成任务，每辆邮务车还绑上了红色的布条，希望大家可以礼让防疫专车。酒精怕震动嘛哈，那因为又是玻璃瓶，一定要叫它慢行。然后第二个，我们每一部车子里面都有配备那个灭火器，还有就是说我们都会每一部车都会有插红旗或是绑红条来告示路人，或是说我们这是载有危险物品，希望大家能不要超车了。根据高雄邮局邮务科的统计，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民众消费生活形态也跟着改变。透过网络平台寄送包裹的业务量明显提升，尤其疫情增温后，业务量增加大约10%左右，再加上防疫物资的配送业务，连行政人员也投入搬运物资的行列，希望防疫总动员为广大的民众服务。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拉警报，为了防治病毒上升，平常的保养就很重要了。不少民众都会吃中药来调养体质，有一间百年中药铺最近就应广大民众的需求，推出具有增强免疫力的养生茶，希望透过食补来帮助民众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对抗来势汹汹的病毒，保护健康。新冠肺炎病毒来势汹汹，民众日常生活离不开口罩，如何增加身体的免疫力对抗病毒，中药铺推出元气养生茶饮，用洋参、枸杞、黄芪等能够增强免疫力的5味中药来调配，不论是冲泡热开水当茶喝，或是药膳炖补，大人小孩都很适合。我们推荐来的会用那个洋参，还有黄芪，还有枸杞，还有红枣，还有加一点点麦文当下去，在平常不管大人小孩都会增强他的免疫力，而且有过敏性体质的小朋友、大人都可以喝的。所以现在是蛮夯的东西，就是一些金银花啊、防风啊、白术啊、大枣、枸杞跟生姜啊，还有我们的灵芝，这8味药啊，把它熬在一起啊，当茶饮，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如果靠食补增强身体免疫力觉得还不够，网络风靡的避瘟香囊也可以参考。中药铺遵照胡乃文中医师的配方，制作了吸带型的避瘟香包，内含6种可以预防感冒的中药材，不可内服外用限定。透过香包透出的浓郁香气，不但可以提神醒脑，也可以刺激大脑发挥各种结构性的作用。还有开出一个药方，里面有柴胡、吴茱萸、细辛，还有
大黄、姜活跟苍竹这六味药哈，他建议我们把它打成碎细碎哈，它可以带在身上，或者是别在我们口罩上面哈，多闻啊，提升我们的自体免疫力啊，因为我们人的嗅觉可以闻到4000多味的嗅觉，所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我们把端午节的香包辟毒的概念，把它改成辟瘟，因为这是新型冠状病毒，我们就是像一个瘟疫一样，说变辟瘟香囊。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人怕被感染，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希望透过中药来保健身体。各种食补、茶饮和药膳，只要和增强免疫力有关，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业者除了提醒消费者平日要多重视养生均衡饮食之外，也需要充分的运动，才能够内外身心兼顾，达到预防保健的效益。记者王思武、黄兰君，高雄报道。防疫除了要注意身体状况，心理层面也不可轻忽。高雄市卫生局就开设了防疫心理关怀专线，结合临床心理师和谘商心理师两大专业工会，派员轮班进驻，提供防疫心理支持关怀服务，并且协助转介就诊。这里是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重大疫情心理关怀电访的心理师语气温柔，关心居家隔离检疫的民众是否有出现焦虑、忧郁、吃不下、睡不着等不安的现象，协助排解心理障碍。会不会觉得很苦恼，常常容易动怒？那还有，有没有感觉忧郁、心情低落？那是不是会觉得比不上别人？有这些想法的时候，那么我们透过这边有一个量表的分数，那等一下可以我们请记者朋友帮我们拍一下这量表的分数，如果超过10分，其实是尽量能够跟我们的心理咨商师，我们的临床心理师做一些互动。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国内已经出现22例确诊，1例死亡，全国人心惶惶。随着疫情扩大，该如何调适心中恐慌，也成为防疫必要措施。其实我们一直都有民政局的村里干事，还有我们卫生所的同仁都会去做关怀。那我相信不止这样的关怀，我们还希望说能够做到，就是说我们有心理諮商、心理的一个服务、心理的关怀。透过地方处理长转介，在初步筛检表评估有心理风险者，心理师将会主动拨打电话，提供调适技巧。心理师也提到，不只是被隔离者会产生焦虑不安，家人同样也会担心、产生疑虑，建议不妨转换心情，透过书写整理抒发心情，家人的倾听陪伴也是重要的支持力量。这段时间或许啊，他看似是被整个生命被隔绝、被停下来。可是他可以有更多的好好的时间重新思考他自己的跟自己身体的状况，所以也许这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刻。我们也会鼓励他，如果我们有机会透过电话跟这样的民众有机会连上线的时候，我们会多鼓励他，或许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而不要一直只是思考沉溺在一种负面的情绪里面。16位专业心理师从20号起进驻到卫生局，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心理支持关怀服务。卫生局表示，若民众有相关心理咨询需求，也可以主动拨打心卫中心关怀专线7134000或卫福部24小时服务安心专线1925。记者吴炳元、罗少君高雄报道。接着来看到一位从澎湖来到高雄的陶艺艺术家蔡振胜，成功创作出以故乡澎湖橘岛盐矿沙泥的橘盐烧系列作品。为了让更多人欣赏到这个充满豪迈朴拙的橘盐烧作品，蔡老师还特别选在跟故乡风景很像的柴山打造一处故事馆，希望分享他一路走来的创作故事。一望无际的海洋、温暖的沙滩和浑然天成的岩洞，这些风景让人看了身心舒畅。来自澎湖的艺术家蔡振胜，因为爱上柴山拥有和故乡澎湖西屿一样的风景，特别打造了一处故事馆。白色木造建筑，庭园种植绿树花草，景致优雅。围篱墙上挂着各式陶板创作，馆内展示的陶壶、版画和陶艺作品，就是他以故乡澎湖橘岛盐矿沙泥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有人我发现这个盐矿里面有特殊微量的盐素，在柴烧最不好烧的蓝色、紫色 是大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我发现有某些盐矿可以烧出
很不一样的蓝色，所以我2019年就是弱水系列。投入陶艺创作30多年，得到国内外艺文奖项无数。蔡振盛热爱创作已经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就在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居然健康也慢慢亮起红灯。现在的他只想要调整放慢生活脚步，向大自然学习。在我得知说这个我有罹癌，我这个细胞有转到骨髓，我觉得说我应该把我这个有生命的几年稍暂时做一个短暂的停顿，我没有办法去创作，我要先把我自己的身体养好，然后我可能再下来，我会比较专注在陶板画的创作，我会有一些重新系列，就是说重生系列，我重新再调整我的生活步调，也让我的生命又重新不同面貌的展现。虽然罹患癌症需要长期追踪治疗，但蔡振盛还是无法忘情创作带给自己的乐趣。只要一有空，还是喜欢邀约艺文好友到故事馆分享心情，也记录山上生活的点滴。柴山秘境里的故事馆也期待您的探索莅临。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再来看到高雄市的五星级大饭店如何和网美餐厅结盟，运用黄线公车发展地方的文青旅游。位在澄清湖畔的大饭店和魏武营建军站的特色餐厅合作，推出秘境文化旅游导览路线，希望让喜欢深度探索的旅客能够用最环保漫游的方式细细品味在地异文生活。坐落在澄清湖畔的五星级大饭店拥有广大绿荫和宫廷式建筑风貌，近年来转型度假庄园风格经营后颇受中外游客欢迎，现在更结盟网美特色餐厅推动文青之旅，希望将东高雄的艺文之美推广出去。希望我们的客人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黄二 A 的这些的公车，然后可以到了这个魏武营站，到了鱼屋餐厅可以享受一杯免费的咖啡，还可以到咪咪村，然后圆山饭店呢，其实因为像在秘境咖啡厅可以享受到湖光山色，那圆山饭店这一个部分呢，希望拉近跟大众的这些的距离。对，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房东也是市政府，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推崇大众运输，所以我就会想说在这个转，因为建军站也是一个转运站，它有捷运然后有公车，那我就会想说可以利用我们自己本身餐厅的来客数，还有圆山它自己本身的品牌，来让这个公车运量可以做提升。一个是有官方色彩的星级饭店，另一个是承租市府空间转型经营的网美餐厅，在共同支持公共运输的理念下促成这次的结盟合作，希望鼓励大家多利用捷运黄线客运体验社区旅游，不论是大饭店的气势磅礴，还是网美餐厅的精致美丽，都能够一次满足。不管从建筑的方面，还有整个的生活环境的条件，包括现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秘境咖啡厅，其实是当年蒋公跟蒋夫人的总统套房。那我们把这样子的这个氛围改造成全世界唯一可以从室内喝咖啡就可以看到九曲桥的这个环境，现在开放给市民去体验当年蒋夫人他们在这边用餐、在这边住宿的这个氛围。礼物餐厅是以艺术为出发点的餐厅，那我们门口呢有许多可以打卡的物件，比如说河马或是整个礼物造型，那包含我们旁边也有一个咪咪村最大型的壁画，所以当时候我想说那跟圆山做结盟的时候可以搭配他们的游客来到我们这边，二方面也可以让乘客很明确知道说在我们东高雄有哪几个景点是值得打卡再进入其他地方的。端出魏武营咪咪村的彩绘社区，还有大饭店总统级的秘境探索，结合传统与创新的文青旅游路线，希望让深度旅游探索的游客再多一个新选择。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高雄有一位娃娃机台主，当时在店里面巡视补货，从仓库内的监视画面看到一名男子蹲在机台前偷钱，赫然发现他就是日前拿着特殊机台钥匙到店里偷窃的窃嫌。当时他偷了12台娃娃机，共得手8万多元，没有想到他又故技重施来到店里偷钱，立刻打电话报警。
从监视器画面看到一名头戴棒球帽的男子拿出特殊的娃娃机台钥匙，打开零钱柜，接着拿出准备好的塑胶袋，将零钱全数倒入到袋子里，一连得手12台娃娃机的零钱，约8万多元现金。他自称在路边捡到钥匙，那走进去娃娃机店去测试，看是不是娃娃机台的这个钥匙，那发现是之后他就一连窃取12台机台里面的零钱。这起窃案发生在2月10号林雅区六合路上的娃娃机店，台主从远端监视器发现小偷上门，没想到17号晚间到娃娃机店补货，发现一名男子衣服样貌都相当眼熟，这才认出他就是10号晚间偷走8万多元现金的男子，立马报案逮人。娃娃机店里面发现这个嫌疑人刚好回来这个娃娃机店里面闲晃啊，发现之后比对之前监视器画面，那发现是同一人，那马上报110的电话啊，通知我们警方到场处理。不到10分钟，原警比对这名胡姓男子，确认就是偷走12台娃娃机零钱的窃嫌，男子也当场认罪，并表示8万多元现金全数花光，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移送法办。记者李佳龙、罗少君高雄报道。同一种蔬果的价格有高有低，常常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像是一窝蜂抢种造成价格暴跌，或者台风寒害造成产量骤减。市府农业局首开先例，建构农产资讯平台，提供历年来影响价格和产量等资讯，让农民做出种植和出售的参考。农民辛苦种下的蔬果当然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卖得好价钱，但蔬果的生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台风寒害，如何调整生产期避开天然灾害，市府农业局的这一套农产资讯平台里就提供了影响产量的天候因素等资讯。加入这个网站之后，在上面就可以查询到我种植的芭乐是位在高雄的哪个区域，在这个阶段政府即将发布的所谓的寒害或是高温警讯在哪个区域会受到我的影响，那我在我的区域是温度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另外同一个地区种植的蔬果数量有多少，农民也可以从资讯平台里查得到，避免大家一窝蜂抢种，结果产量过剩，价格暴跌。因此资讯平台里也列出蔬果历年来的价格，让农民作为种植量和出售时机的参考。我这个产品在不同的阶段点，它的历史价格是多少，那如果说现在的种植的面积已经很多，我要不要再投入相同阶段的蔬菜或者是水果的种植啊，这个产出之后的市场的情况可能如果会当作农民自己在斟酌在种植的阶段，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能够配合政府的这个所谓的种植资讯的登记制度。这一项农产资讯平台是市府农业局首开地方政府的先例建构的，整合地理、气象、农情、市场价量等公开资讯进行大数据分析，并且导入股票分析概念，提供农民客制化的资讯，希望能够达到灾害预警和决策辅助的效果。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系统以后农友能够回馈他所处在的农地资料跟他的种植资讯，那之后我们这个系统就会变成全国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网站，那我们里面会有及时的农友提供的资讯，包含政府希望推播给农民知道的种植资讯，以及你的所谓种植的一些建议以及一些恢复的建议。为了让农情资讯平台更加精准，市府农业局鼓励农民加入，提供种植登记等产量资讯，让资料来源更加丰富，提高决策辅助的准确度。记者张胜明、赖昌邦高雄报道。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14度到27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13度到25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气温12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雨，气温11度到23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